经常打扫，但是还有这么多灰。所谓的 deep clean， 这是你能看到的，还有你看不到的地方，都要把它擦干净。我已经把冰箱拿出来了，有点升高还是有好处的，比如擦点这个 lamp 啊，还有冰箱啊，不用什么凳子，其实可以擦到。最后一步，拖地。